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就这样，这样。还有放三年，你唔免甲气，唔免出来，唔免啥拢免。那我们晚上也去看你们。对对对。哦。好啊，你啊，哎，发的，哎，你那有啉烧酒啊？等过两天你退酒。退酒。哎呀，哦哦哦哦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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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造势。造势，所以把人给，把人给弄了。我已经去定义我了。我好好看，我没定义。我已经去定义。好啊，安乐。对呀。好，那感谢，那今天就很快。咱阿杜家，咱以前社长伊个示范，吼、哦，伊有从你讲到一寡伊要做诶，诶一寡爱注意诶事项，吼、哦，就是他卡爱小可啊，看厝厝头偌少，伊个距离差不多距离头一尺左右，要弄个点，吼、哦，咱迄个请社长无穿做一下 model。哦，咱迄、那个要弄个点，就是咱个夹子个所在，即两块饭丝布个中央啊。哦，咱遮咧讲个即高芒啦。哦，啊，咱边入高芒无伊，咱人身体两大毛病，一大毛病伫腰，一大毛病伫高芒。哦，伫肩胛骨个所在。为什么即两大毛病？因为咱人来甲腰分两支脚，来甲肩胛分两支手，所以咱的气的精，就是因为伊分车外，伫遮的四，咱的四条膀胱经，咱的经络，经分乱，伊变做较碎条去，啊，所以伊在甲遮分车气拢会接伫咱的腰，接伫咱的骨，所以咱唔只有一个讲这项腰酸背痛，哦，过来就是电路到我的气接伫咱的高芒的所在。啊，咱要安怎利用到表？伊伫咧弄个动作，咱弄落，伊会用脚掌骨先去按落来，脚掌骨甲堵起，所以伊就带脉的运动，有腰的运动。过来，伊弄落转到这个高芒的所在，伊的气会拍对两个肩胛骨出去，哦，拍对肩胛骨。这伫我。迄、那个张基咧教遐医生，吼、哦，咱陆基的院长，伊本身拢是肩颈的僵硬，吼、哦，啊，骨袂，因为这应用较骨袂，吼、哦，咱肩颈僵硬了，伊的皮袂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就特别睡眠平衡不好，所以当伊来练两个月的动力啊，加练迄个气，我练太极拳的功劳，伊家己落去咧演讲，伊讲伊唯一。坐分两支唔捌，伊嘛安怎都困袂去，结果伊两个月后，伊就发大真好个困眠啦。哦，所以咱个气就会接伫咱个高门个所在。哦，啊，咱个腰，安尼伊会帮伊蠕动。哦，咱个蠕动啊，咱张社长，咱吴前社长哦，伊本身较早就是伊个腰个问题受伤。哦，啊，一四季嘛，求名医啊。哦，这第一。一本册内底，咱应该，我听来这个一款特刊内底，应该咱一本册。